你说的台风我知道，电视上报道说这两天登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啊？风速12.3米每秒，气压峰停了，这值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次台风有点大呀。 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一场大台风。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没有我，你永远别想找到她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女儿带回家。 这全是危险化学品的有毒气体。 在这儿待下去很危险，只有跟着风眼走才能活。快加速！